好啊，咁啊，到到细佬仔睇下你自己个分数先。你觉得你自己有冇奖品可以攞到啊？如果你平均咧有四日咁样练琴，就应该有嘅。好，慢慢先。呢度開始，零、二、一、六。二零，掹啲喎細佬，三，零，一，等等，三分。加六分九分，九分加二分就係十一分，十一再加四十五分都係攞唔到獎品。表面上你高過哥哥係咪？但係你高過我嘅心，因為比起我哋講緊嘅叫做要練琴嘅水準咧。啊！我同你計，你識唔識計數㗎？你識唔識計數？唔識。咁我簡單啲講，每個星期練四日，你就係攞到最基本嘅入場費，攞獎品嘅入場費。每個星期平均練四日，知唔知道？咁你下期咧，即係由今日開始你可以練㗎咯喎。每個星期抽四日時間練，知唔知道？得唔得？都唔好唔開心啊！慢慢嚟，都有糖做獎勵，好唔好？嗯，咁你嚟緊，你知而家我哋聽日開始四月一號咯，係咪啊？我想問下你咧，邊一日係愚人節啊？邊一日係兒童節啊？都唔知道。OK， 我成日撈亂呢兩個日子嘅。Anyway， 好，俾心機啦，知唔知道？得唔得？你嚟緊要考試噶啦，練多啲琴知唔知？知唔知道？好啦，而家我哋先第一樣嘢做啦，就係練下啲手指先。嗱，呢一個咧，我會將佢擺開先噶，細佬啊，呢一個。啊，不過有樣嘢咧，阿哥要幫下手喎。阿哥啊，你要攞翻你本 Grade One， 你有冇 Grade One Scale 噶？冇。得 Grade Two。是不是？嗯 ,OK, 那好啦，那你就靠老师讲的记住先，我下一期帮你买返啦。嗱，这个你啱啦，攞咗啦，好。不过功课就做得乖嘢，你不嬲都，你哋两个都。好。弹 C major 的右手给我听先。C major 的右手。
睇呢個係左手，左手咧就係呢、這個。你識唔識睇中文先？呢、這個係左手嚟嘅，即係而家你彈緊呢、這個，唔好立亂轉。左手，做到咁嘅，你首先唔使彈得咁心急。我哋講嘅兩個字叫做平均。我唔知你明唔明咩叫平均呢兩個中文字。平均即係指一個蛋糕，你當長方形嗰啲蛋糕啦，唔係圓形嗰啲啦。你分俾啊唔好圓形嗰個都容易去理解嘅，圓形啦。屋企四個人係咪？爸爸媽媽、哥哥弟弟，好唔 OK？ 嗯，將佢平均斬開一半，呢、這個叫平均。OK， 我哋唔會話因為弟弟細粒要食細嚿啲，哥哥大嚿食大嚿啲，爸爸再大嚿食大嚿啲，咁咪好唔公平咯？全部都一樣，最多你係自己嗰個蛋糕度 practically 你分啲俾爹哋媽咪食咯。但是我們講彈琴就是所有的音符我們都要平均將它這樣去分開時間啦，你要一樣，你剛才不是的，你自己的手喜歡幾時轉就幾時轉，不行，你要控制住它，你明白我說什麼？嗯，來多次即腳就真的不要揈了，小動作戒了它，嚟彈多次俾我聽。要平均，
唱歌你就要背咗佢嘅所有嘅 scale 呢，我哋要背嘅，知唔知道？我哋用耳仔去听人哋讲系 C major， 边只手 right hand 就用右手弹 ，left hand 就用左手弹，得唔得？呢啲英文少少嘅英文字你要记住佢嘅。好，咁而家我教多你一个叫做 G major。好 ，G major 系点样去弹嘅咧？得一个你要记得嘅啫，就系佢弹到佢 F 就要弹 F sharp， 其余嘅手指照跟。我试下唔写俾你，睇下细路明唔明我讲乜嘢。右手喺呢度开始。这个叫左手，一、二、三、四、五，我讲错咗添，一。四手指傷，係翻翻轉頭，记得要 F sharp。G major， 咁你想我寫音定係寫手指？畫完啲音符寫手指好嘛？嗯，咁呢一個咧高音譜號係代表右手，咁由 G 呢度開始啦 ，G A B C D E F sharp。G， 一、二、三，轉一、二、三、四、
呢個係五，我淨係寫一個八度俾你啫，你要再轉多個嘅。低音左手唔一樣，由呢度 G 開始啦 ，C B A G 啦 ，G A B C D E F sharp G， 咁就係五四三二一三二一，得唔得 ？OK， 要咁樣做喎，明白？好。咁你嗰、那個叫做輪到歌啦，你將而家彈多次，彈多次，彈兩個八度啊！你記住。你個人唔好歪，擺大髀。呢度開始，四手指要 sharp， 系，跟住呢个咧，如果你头先右手呢度开始咧，左手咧佢就应该要摆低一个八度，即系呢个。呢、這個由呢個 G 開始，我俾個右手你睇住我哋手先。
再温多一次，好，而家就弹比赛嗰首歌先。嗱，考试都系呢几首歌噶啦，咁但系嚟紧我哋要弹咗比赛嘅歌先。Yes， 呢个好，可以开始。翻嘅就係我講咗好多次，啲手指咧，你唔用嗰啲毛收埋嘅，你好中意咁，係啊。咁樣好似係方便啲，咁但係咧，你要諗下，我哋彈琴隻手係會周圍喐，你一彈完呢、這個，我哋假如有其他音要彈，我哋要伸翻隻手指出嚟，呢樣嘢就嘥時間。所以我哋可以咁，呢兩個比喻咁樣緊起，而唔係收埋。呢、這個小習慣你改翻佢先，好唔好？練琴嘅時候睇自己，你同埋諗咯。如果你咁樣收埋，人哋知道你真係唔識彈琴，評判見到會唔會扣分啊？如果呢啲小動作做得唔好，會扣分噶啦，得唔得？同埋呢首歌咧，冇嚟上堂，你屋企都要練噶。如果唔係兩個禮拜唔練咧，就會唔記得噶啦，知唔知啊？嗯。而家幫我練熟佢得唔得？可唔可以？我陪你一齊練。嗱，再嚟講。
再嚟多次。好唔好？系啦，慢啲先翻翻嚟呢度。好，呢个。
咧就幫我每日 A 呢一首每日五次，你想要十次啊 ？A 想十次啊？最後先決定我哋用 A 定係用 B 參賽，你呢首好似穩陣啲咯。B 都係十次我都，好嘛 ？Scale 咧你自己決定。Scale 每個練幾多次？五次啊。好。五次是不是全部？不是記得 Scale 這兩個都是十次，全部十次啊？所有東西都是十次啊？這兩個五次，是啦，跟著歌就是十次嘛。嗯，好，跟著最尾輪到 C 這首歌啦，我們上次溫了一點，還記不記得？唔記得又要再温過咯喎，左手咧你記住佢啦，係 D A 呢兩個音，係啦，冇錯。佢係兩個音先嘅，放手呢兩個，佢唔係 D 得，係跳。跳咁樣嘅，係啦，啱。跟住呢隻手，呢個要輕手啲，因為佢係老鼠。哇，老鼠咁重嘅，好肥老鼠嚟嘅咩？呢隻我要隻真係老鼠喎。見過兩隻老鼠。你見過肥老鼠未？兩隻。好肥。老鼠喎，講緊有條尾嗰啲，我嗰啲叫倉鼠。你知唔識分倉鼠同老鼠？老鼠咧條尾就好長嘅，倉鼠咧條尾咧係好短嘅，好得意嘅條尾。得，我見過兩隻老鼠好大，嗰啲叫老鼠。但係老鼠佢會咬人嘅喎，倉鼠如果佢乖一啲就啊，有人行過啲老鼠啊。嗯，灰色的嘛，好近啊，是咯，冇嚇親啊，唔係，係，再可唔可以輕盈啲啊？只老鼠，係啦，跟住呢隻手就係，用右手彈，哎呀！你手指尾做咩啊？Yes， 跟住右手，唔好用呢只，呢只就要啦，嗰只。嗯，跟住呢兩個音要調，跟住就呢隻，隔音。一樣音，
係啦係啦，記唔記到先？嗯。我彈一次完整嘅俾你聽啊！只老鼠越嚟越近，越嚟越大聲，一初初唔準咁大聲。得唔得？第一句，嚟多次。嚟多一句得唔得？嗯，跟住之後就即老鼠通常係咁噶嘛，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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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咪？佢唔會就咁去咗嗰邊噶嘛，佢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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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你講呢個笑到我好似成個小丑咁樣，你要你講噶，你講個故事出嚟。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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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翻转头，你唔好咁笑啦，细佬。OK， 睇住，两下啫，系嘛？其实我想你弹埋呢个，超好啊！哇，超好玩啊！呢拍，即系呢度。看你喜不喜歡了，這個呢就是在上面的嘛，這個下來吧，不過看著了，下來這個 D， 兩個都是跳 B flat， 都是跳跳，好，跟住之後呢個 B 就跳去 G， 嗰只嗰只，呢個好，跟住呢個咧我俾埋你 F E D C sharp。好，跟住一齊啦，一齊 D F A， 我寫中間 D F A 跳搞掂 ，D F A 係啦，冇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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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